bell cut.生活着和谐、友爱的众多种族，聚于已久的混沌世，却掀起战火，打破了所有平静。人们结成远征军，誓要守护家园，虽重创入侵者，却无人生还。混沌溃逃，和平重临，大地得以休养，再现勃勃生机。五年后，你的故事正开始。
终于睡醒了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要自己去东门外了。快，跟我来。穿戴第一件获取的装备，点击任务目标进行寻路。哟，小妞，你这个项链不错呀。我的项链，快还给我。点击攻击按钮发动攻击。谢谢，还好有你。你好，联盟军中士布莱恩，为你效力。不好了，布莱恩，突袭！德法人突袭了格林镇，他们不知从哪儿来的，正在镇子里到处杀人放火。点击任务目标进行寻路。德法人竟然，我们快赶回去，保护镇民要紧。这些家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到处放火。幸好你救了我，其他镇民还在危险之中，我们快去救他们。点击按钮，开启自动战斗功能。发现两个漏网的，去！你们没事吧？援军很快就到，你们先去那边搜寻幸存的镇民。居然能击败我手下的祭司，当心！让他跑了。那些德法人在农庄里到处抓人，有个年轻人挡下了那些德法战士，让我快跑，求你帮帮他。